想明天花儿会开放，就不会有人拼尽全力播种下希望。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繁花似海洋，就不会有人跟随跋涉百年的茫茫。回首望多少行囊没了主人，抬头看路漫漫，理想依旧绕前方。回首望，路遥遥，多少江受伤了，没事，抱一抱，抱一抱，你等着，等着我。Thank you.
弟，今天天好，给你晒晒被子啊。弟弟，怎么了呀？爹爹，我交给您的东西一定收好了，否则他们就白牺牲了。相信我，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出现，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。
宣言。这个东西比我的命还重要，一定把它藏好了。这件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爹一定把它保护好，等你回来。有件事呢，我一直瞒着你们俩。你哥哥没了。我想给他立个遗冠状。您是听谁说的？我二哥没的呀。去，把被褥给我拿来。爹爹，您要被褥干啥呀？就是啊，你听说谁家当爹的给儿子守坟的呀？你们都回去吧，我在这守着。我守。说咱们吗？哪有当老子的给儿子守坟守了三年的呀？你今天必须得给我回去！你回不回？你到底回不回？Thank you.
十几年了，你家老爷子是天天上山洞里锻炼，才生一个那个衣冠冢啊。我看他天天在山上。你家老爷子啊，自从立了那个衣冠冢之后，人都变了。哎，对呀，他小时候看见张阿伯，他还挺开心的，现在话都不多说了。对对对，就是立了那个衣冠冢开始的呀。哎，你家那个衣冠冢是不是埋了金银财宝啊？就是的呀，他家靖泉之前在上海金银铺做事的，这金银财宝肯定少不了的呀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上海金银铺里的财宝是我们家的呀。爹爹又出去了。救命！家老财，小兔崽子！爹对不起你啊，没把你保护好啊。你放心，爹就是死也得给你守好，爹给你护。
爹爹，我说过，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，人民一定会幸福，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您才告诉我，我还是您儿子吗？张仁亚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，都在这儿，一个都没少。真想不到，这是二大的党章啊！这些资料得赶紧送去中央。你们有人压的消息吗？张伯伯，您放心，我们会和您的家人一起努力寻找。我相信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任亚同志。爷爷，这是什么？相信我，我们的理想一定会实现。爹爹。